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来到我们古尊胜诉盘市点零。好，我是蔡俊肖老师。啊，这个距离中秋节哦，那么市场上面的一个担心啊，秋节是不是会做变盘？那也会担心市场上面是不是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反转？那实际上呢，我也跟所有的这个投资朋友聊到哈，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个关键的讯号，我就针对外资的净空单来去做一个观察。 或者是一个警讯，或者是一个戒心。那过去的历史经验当中呢，我们发觉到外资只要它在净空单的一个部分，好超过四万口以上，好超过四万口以上，那么往往都是整个大盘要保持戒心的时候。好，因为呢，过去你看到历史经验当中哦，七月十八号，当时呢净空单四万四万口以上，好，当时的大盘呢。 啊，这个在七月十九号做一个大底，七月十九在这里，好，这一根。七月十八号净空单四万口，七月十九号跟这里啊做了一波的一个大底，隔一天是跌五百多点，然后再隔一天呢又做一个重挫，后来紧接着呢在八月一号这一天，八月一号这一天。 净空单又四万口，好，这里是净空单四万口，然后呢又一个大跌，再来是九月二号这一天，也是净空单四万口，然后也是出现一个大跌，好，所以呢我们去看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呢外资只要它避险的情绪高涨的时候，特别特别高的时候，往往酝酿着比较大的一个跌势。 那这个跌势是由谁引动的呢？哦，就是由外资。外资呢，在这个大卖超的情况之下，它是卖台积电。好、哦，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卖下来。好、哦，台积电都是卖四万张以上，这里也是。好、哦，这连续两天卖了四万张，四万张。好，将近快九万张。好、哦，这里也是。好、哦，台积电这里卖了超过四万张以上，所以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势。这个是外资在。 不空单前，净空单特别重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现象。好，括你像这一次的九月二号，但是呢，最近有没有呢？最近大概都落在三万一千多口，好，不到四万口。可是呢，一直在增加，好，一直在做一个温和的增加。所以呢，我也提醒同志们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呢，我们选股不选市，好，但是呢，要保持警觉心，好，要保持戒心，会相对比较安全。 那过去历史经验当中，我跟各位提到哈，你看到最近都是比较大的一个跌点，好，因为机起比较高的关系，两万点以上嘛，好，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大盘的一个部分，其中八月五号跌了一千八百零七点，好，八月二号跌一千点，再来是九月四号跌一一一千点，那你看到它接下来反弹的时间哦，几乎都落在一天到三天，好，一天到三天，你看到这里是八月二号，八月五号，接下来就反弹。 那这里是八月五号，隔一天也是反弹。那这里呢，九月四号，现在隔一天也是反弹，有没有？就是没有开始明显的连续的大跌、大跌、大跌、大跌。好，并没有。所以历史的经验当中呢，我们说春节前，好，如果外资的动向是比较好、比较温和的，那实际上就代表呢，整个盘市上它有选股不选市的机会。所以呢，我在九月四号重挫之后，我跟所有的投资朋友聊到。 光盘的重点，我们聊聊到进攻单已经掉下来，好、哦，所以呢它是比较比较温和的，至少大跌的机会性、哦，短时间之内没出现。再来呢，我们看到低点是有手，好、哦，二零九二二有手，台积电呢也重回买超。那台积电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呢？你看大盘这几天这样垫高上去，对不对？台积电在这一天呢买了两万张以上。 这里九月十二号这一天，他买了两万张以上啊、哦，这是外资，然后形成多方的倒状反转，这个支持多方。所以你看，这两三天的时间并没有补掉这个缺口，大盘也是一样没补缺，代表的是呢，台积电在外资的买盘推动之下，历史的经验当中，短线有高点，但是呢，这个时期因为春节前的观望气氛比较浓，所以你看到这个量、哦 今天只量缩到剩下两千三百一十四亿，量更小了，有没有？同时今天是怎么样呢？将是是是像这个，像这个中国股市的部分，它是廉价休息，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台北股市的部分量就变得比较小，它比上一次的九月十一号的量两千三百五十五亿来的更小，有没有？这里是最小量，那这里的量。 是一个低量，那低量的状况形成低量跳上去突破的数量高点，对不对？所以代表短转强，但是呢，这一次又再度的出现新低量，那我们跟各位定零过量的极端值有其关键性的意义。量的低点是防守的概念，量的高点是一个短突破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短转强的概念。所以今天大盘的高点跟低点。 就是春节过后的防守点，好，中秋节过后的防守点，低点是我们的防守位置，高点啊是我们继续短讲，短转强突破的位置。那如果假设呢，它春节过后它失守了这个这个低点，那就代表它要在回测这个这个缺口哦，好做一个缺口上面的一个侧撑，测试多方的力度。 那如果假设呢，它能够春节过后继续的垫高上去，那接下来一定要补量上来。如果没有补量，你也要保持短线上的戒心啊，保持这个这个警觉心啊、哦，因为呢，盘势上的一个部分里头，反弹是一个无量的，所以呢，它支持走反弹，并不支持走回升。所以如果后市一直无量， 假设涨上去，然后量一直缩下来，它一样上档会预压，预压会震荡，震荡无量会返回，所以还是会再次侧车，再次回回档，甚至再次的做一个收缩脚。所以呢，我提醒同学们，盘势上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要留意到，保持一点戒心。但是我也跟各位提醒说，这个时期里头怎么样呢？选股不选市。 你掌握住对的趋势，对的产业，你能够能够做到趋吉避凶。那其中我已经跟各位点到了方向，我跟各位聊聊到了这个细光子的部分。你看到联军，它相对强势，哦，聊到了联雅，它相对强势，然后聊到了台积电，它要组这个细光子联盟。所以我们跟各位提醒，我们说八月份的营收已经公布出来，所以我们选均线多头排列，选细光子联盟，选八月份的营收成长的一个个股。 你就会得到相对强势的方向。你看到这个重大有没有？我在资料里头提到的重大今天又直接有没有跳空涨停板？四九七七的重大好，当时八月份的营收九十二趴的 YY 成长。然后呢，我聊到了连雅七十六趴的 YY 的成长，聊到了联军四十趴的 YY 的一个成长。然后呢，你聊到了新复兴。 做通讯天线的，做微波视频基板的，它 YY 歪歪的一个幅度是四百九十四帕，所以呢，新复兴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四九四九零九就是我们在车标上面的四叉叉叉啦。好，今天一样是收盘价的新高，这里是创新高，而且它领先先创了一个新高，这也是相对强势。但是我们不要去选波洛威，为什么？波洛威呢？它八月份的营收没有出来。 所以你看到波洛威是相对弱势的，这一来一回的差异性就出来，有没有？是不是我跟贵丁宁的这都相对强，但是呢波洛威不选，相对弱。那其中我聊到的像四九零九的新复新，八月份的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年增 Y Y 四百九十四趴。然后呢聊到了它的一个获利的能力哦，去年啊、呃、今年上半年是三点二七元。 比去年的零点四二元大幅增长了二十四倍，两千四百三十三趴。光是单月份八月至结零点八三元，你看多厉害！零点八三元你乘以十就八块了，一年就可以赚这个一年就可以赚到这个八九块以上了、啊。所以呢，它股价实际上还是被一个低估的。同时，高频微波通信基板加通通讯天线搭上了低轨卫星。 细光子联盟的一个成员有没有？那其中我又跟各位聊到细光子联盟当中里头有一档个股也是细光子联盟。九月九号跟各位提到这档个股呢，主力表态特地买盘做一个攻击，这个我们做一个公开，因为呢它今天又再度的做一个亮灯涨停了。好、啊，这个它是细光子联盟的，那一样是一档非常值优的好股票，同时也接到了美国大厂 AI 的订单。 好，叫做饭权六八三零的饭权。细光子联盟有没有看到？这里拉起来，好，又是大涨，又是大涨了一波，而且呢，同样的都是掌握住对的趋势，对的产业，就能够掌握住标股，就能够掌握住吃香喝辣的一个机会。买股票就买未来，不是买现在跟过去。你看到随着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增高哦、啊，你看到今天的化工股都在动。 化工股里头呢，它实际上就是受惠于台积电的国产化。台积电呢，预估今年二零二四年要把这个国产的比重哦，占比六十五趴。那未来要推升到六十八个百分点。其中，我们跟各位聊到了像这个 CoOS 啦，台积电说在扩充 CoOS 的一个产能趋势是明确的，所以相关的先进封装设备股里头，像红树啦，像万润呐，像星云呐，都是多方机会。 但是你要挑什么？你要挑谁？你不要去挑营收衰退的，你看它星云就不强啊，对不对？星云它不强啊，它反而在这边做震荡整理嘛。那你要挑谁？你要挑像六一八七的万润有没有？它相对强势。 而且万能伟是上个礼拜送给各位的这份资料，这里把它贴起来，然后送给大家。我们说，你电话的拨通，你加蔡老师的 Line，那你就可以掌握住这档好股票的机会。连续两天几乎快涨停了，上个礼拜五涨停，好，今天呢差一档又涨停，对不对？今天涨停板十九块钱嘛，今天最高四八点六五啊，差一点点，差个两块半，好，三块三毛半，三毛半。 好，就就能够再涨停，对不对？六一八九，六一八七，哦，差个三块半，四百多块钱对不对？那收盘收四涨停四百九十块钱，那最高四百八十六点五啊，三块半。那营收怎么样？八月份营收 Y Y 成长了四百九十七趴。那你看到像君豪、君华、智胜都不错。 但是自胜呢，就不要选，所以自胜相对比较弱势，有没有看到？在这地方晃，相对比较弱势。因此呢，你看到选股里头，即便是同一个族群、同一个概念股、同一个方向，还是有个股的差异性哦。 万润的部分里头，它一样是营收创历史新高。然后呢，上半年自结是五点二四元，累计成长率四百八十七趴，光是单月份一个月就可以赚到一点六九元了，两个月加起来能够赚三块钱了、啊。你看多厉害！那三块钱，如果说以一整年，以再按照它这个获利的能力来砍来看的话，甚至有可能一整年可以赚两个股本、啊、那两个股本，你说它股价其实四百多块钱，其实本一笔也才二十几倍、啊。 台积电设备的供应链，扣沃斯的一个商机，对不对？所以一样是机会，一样是时机。因此呢，我今天也特别跟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去聊到秋节过后的一个专案，秋节过后的一个方案。那我也希望呢，同学们，如果你是自己选股票，这个操作不顺，或者是呢你不知道如何做选股的，或者是你在这个行情里头个股的差异性非常大，无所适从的，那邵老师呢带给各位的小圆专案。 资金不限，专人通知，只限二十个名额，门槛低，超低优惠价，你可以电话的机会把握住，跟紧脚步的时机。那电话是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或者是加好友赖小老鼠 GSG 一六八，你可以把握住这个小原专案特别优惠的一个机会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下次再会喽，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